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猫讲娱乐。在娱乐圈当中的有着非常多的明星，有不少艺人呢都是属于演技派的演员。接下来要说的这位明星呢就是孙俪。这些年影视剧数量上并不算很多，但是每一部戏却是保质保量的好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孙俪才获得了娘娘这个头衔。只有戏里演得好，才有可能会带到戏外。而如今的孙俪又要霸屏了，再次和郑晓龙合作清宫大剧，网友们纷纷表示熬夜也要追完。一直以来的孙俪的演技都受到了众多人的认可，她的那种精致的演绎让人印象非常深刻。如今再次和郑晓龙导演合作清宫大剧，而这部剧的就是《大清相国》。据悉，这部剧的男主已经敲定是陆毅，这可是一个有颜值又有实力的男演员，看来又要刷新大家的视角了。相信这一次孙俪和郑晓龙导演再次合作，一定不会让观众们失望的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？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